到今年的比赛呢，尽管中华小将没有打进到前四强，但是几名球员不管是在球场上还是球场下的表现，都让球迷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。像是这一次呢，轰出唯一一支场外全垒打的强棒朱立人，他模仿各国的裁判以及教练的功力，跟他打击力量一样棒。准备打一支安打，标出了世界青少棒圆满落幕。中华队虽然无缘四强，但在排名赛中表现亮眼，抢下第五名。最关键的功臣投手是胡志伟，成功封锁日本好打部队，帮助球队复仇成功。打者就是朱立人，凶猛火力还敲出了本届比赛中中华队唯一一支飞过大墙的全垒打。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胡志伟总算摆脱了阴影。去年在小马联盟冠军战被轰了一支再见全。曾经让他陷入低潮。那时候是第一次，很怕被骂，所以不敢回来。他难过，就十天不讲话。挥别过去的阴霾，重新站上投手球。胡志伟要向偶像潘威伦看齐，未来也要成为中华队的王牌投手。至于小布雷朱立人，充满爆发力的打击，在这次比赛除了缴出亮眼成绩单之外，活泼开朗的个性也让大家印象深刻。不只会学 Michael Jackson 跳舞，还会模仿各国裁判和教练。美国队裁判了，我只会学他进场跑步呢。进场跑步。起啊！跑三五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。荷兰呢？荷兰哦，就那个正常裁判不是喊奥德都是这样吗？奥德啊，那个荷兰裁判说，哦。中华队最后拿下了第五名，成绩差强人意。但对于这些小球员来说，只是一个学习的过程，汲取输球的教训，延续对棒球的热情。未来绝对还能够在球场上继续发光发热。 YT 圈综合报道。